请八宝他们驱逐，我们是合法申请，我们是非法申请，他们是非法干扰，我们合法申请，我们合法申请，他们非法干扰，好，我们回去，我们合法申请，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八宝壮士，八百壮士不是国共在那边。 打战的时候，我们吗？我觉得好像他们的历史是这样。教官都来，你那个所以这样子不对，好、哦，这样子是不对的。八百壮士哦，不是在这边讲的哈、哦，他要过去那边哈、哦，去跟他们讲，他们曾经八百壮士。他们非法干扰，我们先回到帐篷区，我们先回到这里，我们先回到这里，请警察处理，把他们驱离。我们依国家法令合法申请，他们非法。